走吧，进去吧。为什么带我来医院？体检。你就进去了你就知道。你为什么突然带我体检？你是觉得我有毛病吗？你怎么可能有毛病？我带你体检呢，是为了让你保持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去，你去吧。我从小就害怕进医。你为什么？我还怕打针。打针？走，有啥好怕的？我陪着你。有期待会相见，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。戴着口罩，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你是个美女？在爱的会归线，有期待会相见。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。怎么了？我们的脸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医生说我得了一种病，一颗药物都医不好。什么病呀？为什么药物医不好？怎么了？你快点说。因为人生纵有三千劫，唯有相思不可。什么意思？喜你为己，药食无疑，唯独你才是解药。哎呀，可以在一起，我们之间。医生说你和我都非常没什么，还说我有点低血糖，咋办呢？你这么色，需要听几句甜言蜜语，你麻溜点给我整两句甜言蜜语，含糖量高。我爱你啊啊。哇，闭了眼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听不着，想不成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